자결합결해자제各位同志，大家平安。这节课大家安尼哦，这节课是较轻松啦，是讲台湾历史啦。但是一段历史哦，也无轻松啦。哦，啊，是即摆是讲啊，日本时代第二集啦，哈。啊，以后即款物件拢在电视上你，电脑上你拢看会到。哦，我要求咱的迄个作业人员，甲我整串哦，哦，台湾历史安尼，安怎来安怎去吼，拢串成一集的。啊，这个物件 www.taiwanus.net/history， 这是啥物件？这是我过去吼。研究台湾历史，我就感觉讲，咱台湾人需要捌家己的历史，吼、哦，卖钱都不会丢，所以在网络上发表超过100万字的这个网站，吼、哦，啊，看到了所有的台湾的历史，吼、哦，啊，这较正确，吼、哦，好、啊，阿来今嘛我刷了，咱过来讲，这今嘛讲日本时代。日治时期的哈，接下来这李春生，李春生是虾米人？李春生是咱的第一代王，哦，咱台湾有三宝，哦，都三宝，哎，就第一上路，不是人生貂皮乌拉草。我讲啊，大概头壳拢干啦，东北三宝会记，台湾三宝拢袂记。姜老藤第一啊，哦，迄阵姜老是产量是70%，全世界产量的70%。你看，咱趁钱真轻松，所以台湾钱阴卡目，哦，啊，即摆有阴卡目无？起码22K 都加赞啦，啊，对吧？啊，李春生是迄阵日本兵入来澳大的时，啊，伫澳大的清兵看到日本兵就走，啊，走去倒，走来台北城，啊，官兵变强盗，哦。你注意哦，这是中国兵的一个特质，官兵变强盗，抢劫，哦，啊，台湾、台北得活在人间地狱之中，啊，变啥？啊，日本军在外口欢迎日本军来，哦，咱过去的史记录都无讲欢迎。但是咱是实在是欢迎日本军入来，咱强盗都在么厝，在么里啊乱抢物件咧吼，迄个清兵啊好甲你抢咧，吼，甲你不要共款啦吼，啊，所以欢迎日本军入城。李春生是会晓讲英语的人，伊都拜托三位大臣，吼，三位大使。James Davidson 啦吼 ，Ole 啦吼，啊个只英国商人哦，三个去日本，甲日本兵请安一个台北城，啊，在台北城在安定，所以台北是欢迎日本军入来，但是一出台北城，要这个时阵有一个郭先生。郭先生吼，为了刚来台北混日子，但是身高应该是真高，180公分啦吼，啊，一听伊讲，甲日本人做保镖啊，有钱通想啦吼，
所以就走路走到水顶下就十字，十字哈，这个水顶下跟十字是同一个意思啦哈。水到那里转去，吼，啊，十字就是到那里，戏子，潮戏的戏，戏子哈，啊，伊表演，伊是代表城内，甲日本军通报台北的军情，所以把关羽做向导，吼，啊，日本军做对伊穿的衫，伊讲的话，啊，佫留一条长辫子。那些长辫子，你来就完全拢有长辫子。啊，老几啊，长辫子无法相信，这个袂晓讲日本话，北京话都袂晓。啊，英语也敢免讲，吼、哦，啊是，敢来晓讲台湾话混混，要安怎代表啥来做这个两军的使臣呢？无可能嘛，日本人推嘛无推个下去。遐厉害，哦，啊！但是一发达是啥物理由？哦，要相信伊个话啊，真困难，哦。但是民政局长水野尊是一个日本人。有见识，哦，伊感觉讲，即高彦龄来，无论是讲真诶讲假，伊是要来领赏金诶啦，哦，啊，所以甲各乡情报整理，哦，啊，整理了，知影讲哦，清朝对台湾人哦是殖民主义看法，台湾人袂使做兵，哦，干来使做用，勇敢诶用，哦，会使做。地方武力不再做正式的国家的武力，哦，啊，不再做官。台湾那做官有欠缺哦，台湾人不再做哦，就干那国民党的迄个考试哦，干那会使都是省的人哦，几个都是省的人过啊，台湾人嘛是几个几个，啊，你住在台湾要过的是创这就骗人的把戏嘛，赶快艺术。但是无偌久，就三个穿真水的人，哈，一些就是美国《前锋论坛报》的记者 James Davison， 英国商人 Samson， 啊，甲德国商人 Olay， 哈。迄个时阵，台北城有英国兵35名，德国兵20名，护桥，哈。因来台最顶开邀请日军入城。那台北城有外国兵啊的，这就是满清政府真假咯，哦，啊，人随吼随怎讲，哎，台北去乱，人随兵都随到，啊，兵面几名，25名、35名、20名，都有法都无好啊啦，啊，啊，这三个就邀请日本人入城啦。啊，这是 James Davison 哈，啊，这英国商人，找无较好相片啊 ，Samson 啊，啊，台湾民主国总统第六个吹是深夜逃匿，啊，巡抚啊，和清。清国的逃兵哦，烧毁台北人的《金门早报》，受到前清转变成土匪掠夺，台北到水顶啊，沿路拢无兵用，哦，啊，桥桥梁、电线、铁路也无受损害，哦，这是什么？在讲啥？就是讲在战争的时阵哦。我都给你破坏铁路，破坏电波，给你破坏公路等等，让你的军队较慢起来，好、哦、啊！结果这块拢无咧，
就我清兵是干咧抢劫我有给我侪钱，给金条我侪安尼尔，啊都无咧给，无咧收其他的代志。所以日本的统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下令，所以六月初七上午六点三十分，未收到任何抵抗，顺利入来台北城。顺利入来台北城，就是讲台北根本就无得防守嘛，因为清兵是抢人有来呢，啊，家己哦无迄个抵御的心态了。伊都毋是台湾人，伊是长沙人嘛，无台湾心嘛。若有台湾心的人，毋就爱爬起来吼。啊，伊无台湾心的人，全插插你日军要入来，做你入来吼。啊，我干呐顾我的命就好啊。啊，这个时阵吼，日本人知影讲，台湾人袂使做兵，袂使做官啊。水野尊哦，内政厅的部长哦，局长，全我都要创一个台湾官，给你看，和这郭先生做一个警务处的，干那副处长，啊，处长是这个，这咱头一个讲的迄个李春生啦，吼，啊，这是副处长。阿国的吹过丁六，哈，设立临时总统府的贵人，吹去第一军团占领台北，哈，为六个吹到为海上丁六后尾个后尾就是淡水了哈，北部千清败将全被肃清，所以为二队丁六到台湾台北城十天了。一个首都十天就去用占领，这是真顺利啦。这种图是，你看卖，这日本军徛袂入来，啊，这北门城对，这北门城今麦也要我安尼，啊，百姓摕日本旗安尼在欢迎，当然这是日本人画的吼，但是。实际情况啊，差不多了，就是你入来我欢迎，就欢迎入来台北城，所以伊就开始实证纪念日，六月十七，甲国人临时总统府、总督府迁来台北。所以在下昼举行阅兵典礼，在前清巡抚，在今仔日中山堂迄个所在举行总督府史政纪念典礼，以后每年讲做台湾史政纪念日，六月十七，咱台湾人讲，惜政啊，都惜政，耻政。就是羞耻的耻啊，改叫耻政纪念日啊。台湾民主国。如此不堪一击，原因是台湾民主国虽然有个独立自主的宗旨，但是伊的意思哦，甲中心人物、文武官员一律是清政府下面的迄个的人啦吼，甲台湾士绅、清国统治者吼，拢为长沙派来，拢无台湾心啦，无台湾心的人。啊，甲靠依附他的料别啊，这挂人所以通敌阶级甲比通敌阶级分做两战，
比统治阶级台湾人吼，甲这个统治阶级无共款思想，吼，这是台湾内部的代志，吼，因为清朝乱章惯例，吼，台湾民主国根基没有建立在啊台湾本土开拓者子孙即台湾本地人的基础顶头。即满清政府的政策就是讲派人来台湾三年一任，哦啊，然后三年官两年满，三年做官啊，两年落地下就对会满满满。啊，就回去了，啊，就说你台湾怎樣，啊，就沒台灣心，啊，又怕那個家眷喔，母子都在中國，沒讓你帶來台灣，啊，所以這台灣的民眾喔，現在這個林瑪麗喔，馬街平宜的人，馬街平宜的那個學理科的那個迄、那个林玛丽吼，伊公布讲，咱台湾人85%是有平埔族的血统，咱唔是中国人，吼、哦、啊，所以唔是中国人，对着日本人啊，要安怎处理？吼、哦、啊，这就开始发表咱的迄、那个，哦，咱的做法，吼、哦、啊，日本人知影讲，清国治理台湾哦，治理无好。所以哦，提拔台湾人为官员，哦，啊，好，这个不是是是，大致不认识几个，辜显荣提升，哦，啊，宣传里改革个宣传，哦，好人想讲伊是有如清军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吴三桂是。汉奸呐、啊，汉奸，但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冲冠一怒为红颜呐、啊，哦，啊，所以引清军入关来打北京城，啊，是直接，结果中国人是一种哦奴隶民族，安怎来奴隶民族？和人口无够。汉林的一爬山的人哦，统治268年，啊，不是奴隶是啥物？哦，规个民族拢变做奴隶了。啊，想讲来去做奴隶大官上好，哦。啊，这个日本人来台湾，伊讲我来治理台湾哦，我用一个方法。讲掠狗的方法，这狗不是讲男女之间那个狗哦，这狗哦是狗山啊，掠狗山啊，呀，树啊挖一坑，啊入口较水，啊入口较水，啊手伸入去，啊内底有通食，啊手就变掉，啊就较大，啊就揪袂出来，揪袂出来，揪袂出来，啊猎人怎个掠去？啊、哦，这个抓猴子的俩狗啊，红红哈啊，所以今嘛这个一坑挖一坑啊，内底要坑什么？啊，坑金文哈，坑官威哈，啊，都和猎人来捕抓啊，日本人的猎人，日本人想这个方法来治理台湾啊，这搞啥啦？所以，把食物换做金钱、头衔、名利，哈、哦，啊，像郭先生这款的人哦，都会放手，就在困在名利之内，啊、哦，啊，所以甘心为日本驱使，啊、哦，没多久，哦，就发表郭先生做台北保良局局长，啊、哦，跟鹿港的保良局局长。保良局局长就是刚刚警务处长了哈、哦，
台北的保良局局长本来是李春生啊，李春生做一年都不爱做啊，都换郭彦良做哦。伊迄阵才29岁，哦，反对日本人在台湾的义民军哦，伊歼灭哦，累积不少的功劳，所以得到日本的真侪赏。啊，这是一张吼，台中县文化推广协会哦，这来对哦，左是第二林献献堂啊，这个林献堂，啊，这郭彦良，郭彦良有较大汉了，哦，啊，这是就好了，好难看一下，哎，啊，这么样了，台北城了，第二天就派侦查员。落去古伦岭、桃园、桃园对桃园啦，啊，大口坎、哦，中立、大湖口、新竹探查，哦，啊，探查的时阵，只有守军、前军的迄个总兵徐廷胜，哦，一些保护者的樟脑工业，欸，我即摆不都唔捌看到樟脑啊咧。哦，樟脑工业吼，啊，伊是登山兵嘛，伊所以吼、哦、主动交出这个名册，我只有几名兵，啊有几个炮，啊藏的多，哦安怎，规样互日本人，日本人看了，哦、你又无要抵抗我，安怎好，哦，就来收起来，这是清国奴哦，强国奴是不应作践的。无捍卫台湾的心，拢不战而溃、啊、日本人十分鄙视。啊，你这个人，啊，你在做兵，啊、是哈、哦，抢过路、哦、所以去用看真衰了，哦，清国兵啊，咱叫做登山兵啦、哦、但是拄到台湾人人民做。做义民军对抗日军啦吼，在甲午战争的时阵，日本已经派船落去平湖，吼啊占领平湖，吼在二月二九占领平湖，啊消息传来了，台湾人进去主动自发，吼掀起保卫家乡，这是台湾义民军的起来。开始啦，哈！啊，义民军是人民家己组织的队伍，武器、粮食家己丢备，哦，这也真艰苦。军旗、军制无要求，啊，定来往个蝙蝠伫家乡啊作战，哦，啊，那要集合的时候，锣鼓共的，鼓共的，啊，人就来啊。啊，武器哦，像箭戳、竹矛，下面叫竹矛，竹竿哦，头壳哦，头小尖，啊，就竹矛，哦，安尼就要甲你剪啦，啊，日本人是铁枪，啊，哎，还够过去是常常遭受。统治者欺压，哈、哦，下关住民，哈、哦，啊，所以这挂人哦，组织起来哦，伊个抗拒日本的力量哦，大于日军，大于伊个清军呐、啊，哈、哦，大于清军，啊，不分男女老幼，啊，无分你是达波啊，查波嘛去捡，囡仔嘛去捡，哈、哦，所以是。变成日军上大困难的对手，哦，啊，日本兵来到台湾了后，因为拄到一挂义民军，所以伊嘛真凶暴，哦，满清兵拢
袂记家己的义务啦，甲责任啦吼。台湾青年纷纷加入义民军，哦，不同的族群对抗满，日军，哦，啊，八公过去的领导者吼，属性甲这地分子无可靠，干那靠家己。台湾义民军抗日的意识越来越烈，这句话吼，卖当啊台湾国沉落去吼，吼，大家想着讲啊，过去的领导者唔对，爱靠家己，吼，啊，从来无一位因为武力悬殊而不去抗日，因为咱武力较差，全部去抗日，吼，台湾人真勇敢。将真侪人为着这块这块土地来牺牲性命，吼、哦！日本人惊啊，嘿，刚刚讲，这敢若无共款民族的，啊，叫做台湾民族，对台湾人真尊敬。哦，你不是讲你做乖孙子，就是人家你尊敬，你该小孩小台，你往个德国到菜刀安尼来加剪，啊，佫加剪，吼、哦！啊！你这款人实在是真伟大，所以特别对台湾人，叫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哦，一边区别强国奴、清国奴。强国奴是什么意思？清国的奴隶啦，吼、哦，清国的统治中国吼，无做什么好代志，但是。中国人哦，就是奴隶性代代党，哦，所以清国去来统治。一拄到台湾，伫三角印，三角印就是即卖三角，吼、哦，诶，黄小潭、安平镇的胡家游，吼、哦，北部的江少祖、苗栗的钟石妹、吴汤兴，啊、哦，头份的徐香，哦，哇，拢拄到一堆人哦，底下反抗。杨梅哦，顶个所在哦，明明知影无法度甲日军对抗，嘛加往个以卵击石，哈、哦、啊，和日本军受到真大的打击，这三角形的代战术，1895年。消息传来，第三个营是北部抗日重要基地，7月11日，由台北出发为三个营前进，这个山堆对地区日本人掌握，三个营英勇抗日，历数次战役牺牲惊天动地的哈。咱来讲几条啊，这是三角形哦，了后的相片啦吼，啊，三角形啊，在7月11日的时阵哦，日本军有一个运粮队的吼，哦，我准来得稳啦，啊，来个家的时阵哦，溯溪而上。两岸义民夹击，日军大败，干了三个人遭受罪遭，日军哦运粮队全军覆没。那个台湾哦，正经战哦，头一战哦，甲义民军战哦，头一战都全军覆没。哦，另外一个记录900人，哦，啊，到三个人。三角形就是即卖三峡啦，哈、哦、啊！第二天再去出三角形过，哈、哦、啊！在南京，苏联甲江国辉，哈、哦，都该围攻，哈、哦、啊！啊，日军围在谷底，啊！你这谷底，我在上面，我用钱给你写，哈、哦、啊！双方战到16日再去，日本900人有全被歼灭的可能。日本军有900个人，咱们遐有全部被歼灭可能，但是日本军因为通讯真发达，哦，所以
日本軍的救兵來，用個大炮來弄，來弄大口砍，所以義民軍就輸，義民軍就沒有大炮咧吼。這場戰役雙方有四五百人陣亡，這是第一次重大陣亡。頭前那個糧草吼，那船吼，那死幾十外個人而已吼，這是四五百人，死，這是當時的相片，日本軍的相片。日本軍根本都沒想到台灣義民軍哪有這種雜牌軍，哪有這麼大的力量讓日本軍死傷慘重，所以他沒辦法再前進，再南進，他要落南嘛，為台北起來要落南，要打到台南去，第三個人採取了焦土政策就燒了，等六天了结集了骑兵、工兵、炮兵，用个强大火力，跟猛扑三个营，苏力所引出来的这个土地公去把盖正面迎战，这双方他们三个营在作战，讲苏力是什么人？苏力就叫做苏玛丽。三家燕归的人吼，以前讲归，即嘛叫做妻呀吼，成立三角三家燕移民爷吼，提钱甲伊出来吼，享年72岁，所以日本军的占领三家归三家燕了吼，在开邦桥吼，哇塞，都。就开始太狼啊，义军阵亡者逾500人，500的这义军吼，就阵亡阵死500人，1897、1898，还阁有两边大规模的抗日，1900年泰雅族人，咱的高沙族同胞挺身抗日，泰雅族人牺牲极惨烈，直到1910年才方息。1910年是几年啊？他1985年来嘛，头尾已经16年啊。这个压制行动才压下来，所以中国人讲8年抗战。那比得上什么？比不上什么嘛！八年抗战是遭了遭背你。这是让你看一下，我三个营在哪？现在叫做三峡镇的，这是乌来乡啊，咱头前的那个牧师哈。雅虎吼，就是在乌来乡做牧师，这新店市，这桃园县，这是小可了解一下地理位置，所以为台北市出来，大家三甲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啦，这是泰雅族人那都爱秀兵吼，民来爱秀啊咧。因为伊感觉安尼较伟大、较英勇，伊感觉这粒山都是泰雅族人的山，大坝尖山是泰雅族人，1895年6月初九，一对满清的迄个广勇就是广东来的兵，叫做广勇。一派在观音亭中间，新竹的乡民就疑云重重，为何不战而逃？因为连箭都走啊！大家
这广用是通敌啦，哦啊、所以、哦、有一个叫做吴汤兴，哦啊、江少祖、哦，这是客家人诶，一到客家人的一堆心得给所在啊，受霸人哦，进攻台北，哦啊，看到这个广用也无想要做阵，啊好啊无。你不爱做钱，你走了吼！啊，你武器好啊，我唔知来捡啊，提武器，结果吼、哦，一挂数百名广勇哦，翠竹为了收家己抢来的钱哦，哦抢来迄个物件吼，啊，大家用龙台戏，这挂都是可能都是为三个迄、那个澳队哦，招来台北啊，台北招来这边哦。啊，这边专，伊就抢啊一大堆，多多少少一大堆啊，武器嘛，其中是啊，所以啊，你要提武器好哩，哎，啊，结果连钱嘛无去啊、哦，所以军备哈、哦，全部落入义民军的手上啊、哦，这是这样代志。啊，当时呢，义民军嘛是有组织哈、哦，组织。沿线有阻击战，哦，阻击战是安怎？就是讲你要爱用铁路嘛，我铁路给你挖一地起来，给你锯一地起来，啊，你就火车都不让去啊嘛，哦，啊，就当面也动，还是用个爆炸，哦，那个崔战，一个是林朝栋这个人哦，过去在台法之战哦，台湾跟法国的战争的时候哦。是真勇敢，吼、哦！一个人吼、哦，带500个兵，吼、哦，家己出钱哦，叫一个勇，吼、哦，招勇，500名啊，收的吼、哦，山顶啊，法国哦，迄阵也无隧道吼，要过这个过山来台北吼、哦，哎，拄到林朝栋来抵抗，啊，法军无阿多白个。啊，尾就法军哦，个行水路要起来，啊，但是水路拄着咱台湾人哦，甲迄个淡水河吼，来沉一挂迄个船吼，一挂澳船吼，啊，伊就袂当过，啊，水路也袂当过，山路也袂当过，所以古巴将军哦，气一个，占台北个，占台湾安尼都袂当过，啊，就出台。出海去打福州，啊，福州就有一个舰队出来，这舰队叫什么舰队？哈？咱知道有北洋舰队哈，接出来叫做南洋舰队，咱唔捌听过。南洋舰队，南洋舰队一消息，南洋都会有法军歼灭，所以中国兵也袂歼的。这就是好，这满清的兵未见的吼。这林朝栋哦，林朝栋这款的人，吼，看到唐景崧是台湾头一任的总统，吼，啊，都弃台偷渡中国，哦，啊，所以本来伊也要走，啊，不过就伊就。等于中华了哈，等于中华。啊，他们讲吼，都爱介绍三个客家人哦。这三个客家人哦，伊感觉伊是台湾人，爱台湾。哦，啊，这三个客家人的英勇事迹，咱嘛爱知影讲哦。客家人都有爱台湾的客家人，伊个台湾看作伊的厝哦。这个是江少祖哦，即马伫北部即个所在吼，一个是江仔，啊，你若去参观的时阵就是伊都他们即江仔出生的人吼，伊北部垦守江秀暖的孙呐，吼，家巨富，哦啊，家己吼善财慕勇，500名，哦啊，所以点了个日本。在渐渐了哈，阿姨要个联合另外一个客家人徐香、
吴汤星吼等等，哦，啊，这就是伊个相片，这个是江，这个是伊个姨父子啦，伊死个时阵离体啦吼，啊，这是伊太太巴肚来对因啊，江少主夫人这伊某啦吼，啊，这伊个家庭啦，啊，伊阵拢老满青头了哈。啊，今嘛个介绍这吴汤星，哈，吴汤星哦，这人大概封作台民总统领，台民统领哦，哦，这吴汤星啊，所以注意这客家人毛爱台湾，真爱台湾的人哦。啊，徐湘，徐湘今嘛真厉害，啊，十八岁。举秀才，文武兼备啊！1895年以前，他38岁，统领讨分的子弟兵，哈，独当一面，勇敢无比，为新德苗栗中华台南沿途数十战，哦，勇冠三军，转战各地，徐湘大呼：“咱台湾是孤岛，悬于海上，千国不在乎台湾有没有，台湾是。”和人遗弃的土地，修好台湾，只有我们台民。哦，你知道？这徐湘公一是台民，伊唔是讲我是客家人，我是客人，那客人就无要安尼甲你创啊。所以我是台民，哦哦，我们愿意将我们的鲜血为台湾而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头颅为台湾粉碎。啊有的人都问说，你家属要怎样？他说吼，天有道，天有夺，台湾不亡，无眷可保，台湾亡，江河河山不保，皇问家户。那台湾亡去了，山河不保，啊，厝的，这个问厝的要送起来，好，这所以必死的决心了。啊，没去。没去可以做一个建碑了哦，徐湘。6月13日，日军哈，事后兵被当地居民所杀。6月17日，吴汤星哈因700人的大窝靠接战日军，日军战死10人。啊，6月19日，哦，等等，啊，即马就进啊新德来，哦，得到新德的时阵，赶快没有保台意识的清军，就拱手把新竹让出去，哦，让给日军了，哦，啊，义民军的一个专单位后边来攻他啊，义民军的后边够日军，哎，所以变夹心饼干啊。但是哦，大安尼也是喏，日军日本军所携带的大炮无法度释放，日本军轰掠数十名，江少主哈，大战于虎口。啊，因为得到日军，日舰的为海上哦，我舰炮来派来新竹这边，哦，所以这围在解开来，哦，无防守的新竹城，日本军爱血战4日，大概城外义民军哦击败，得6月22日。10:45就去台新竹城，哦，6月25日，哦，占新竹了后，哦，第3天发动第一次，哦，向新竹的日本军攻击，江少主等人哦，得迫近西门外，哦，啊，另外一支由18尖山。
公新店南门进攻，十八尖山速度一组，日军大聚。十八尖山谁人知啊？我呀，我真侪人知啊了哈。十八尖山哦，十八尖山，日军哦，速度一组的，就是讲有当时啊，日本兵占着，有当时啊，台湾兵占着哈。啊，这是十八尖山步道，哎，登山步道了。这个是新的讲的时候哦，江少主率500人再进攻日军，战事惨烈。哦，啊，这个时阵日本军面对着全然不同的民族，遇到完全不同的民族，哦，强烈的本土意识来对抗日，哦，所以他们心里都不敢进来，所以他们心里那时候就休困两个月。哦，日本军来打中国南北，干那两个月，把中部大台湾36倍的那个中国南北，哦，两个月就拢占起来啊！因为官兵无人要进嘛，拢走嘛，哦，走叫做啥物事来？叫转进。转个弯吼，安尼三转个180度的弯吼，啊，就进，啊嘛是进，啊转进，啊但是来个家吼，又他就替帮，日本军嘛有台西一挂人，有一个73公，哦，伫乌托库的所在吼。这是真侪的抗，这是73公了哈。哦，还一个日本军又在龙潭坡、朱然河、横纲台等等的所在哈。好，啊，日本军1000名，利用30-40座的坚强建筑物哈。来进啊！北部的日本军江少主哦，破坏铁路使日军前进困难，阻击日军于中立，战于大湖口啊，等等。所以他们加乱就对了啊！这个江少主哦。江少主伊个军队吼，要去打败，和日本军掠去。啊，日本军掠啊一堆人，啊，下人是恁个领导，啊，就讲江少主啊，啊，就是江少主倒一个，啊，一个讲我，啊，好，你吼，他太死，其实毋是伊啊，啊，江少主感觉讲啊，安尼嘛毋对，都该因中间。吃阿片，吃阿片，吞阿片的死，啊，吃阿片吃较多，安尼都死去。哦，江少主是安尼死亡的。哦，啊，日本军哦无法度，因低估了台湾的人抗日的想法哈。哦，啊，所以哦，增派两个师团来台。哦，啊，这个师团是福建。公真爱亲王第二师第四团第八个吹到桂林，哦，日本伤亡报告是新竹三边受到日本军的攻击，7月12日，日本军在苏立的指挥下设下陷阱，让日军进入三角营，哦，大扩坎，啊，日军伤亡惨重。所以吼，这里加七个啦，加435个啦，加47名啦，加19名，加42名，加48名，加44名，15名负伤啦吼，啊，拢总221个死的，这个
死亡啦，哦，这个日军哦，在新竹地区221个，啊，啊，这日本军增派部队，福建攻真爱亲王，啊，啊，伊在想无，台湾的吉拿人，那有这么大的巨大差异，跟中国人那巨大差异差个遮多，吼、哦，打中国是上简单的代志，安内差个遮多，吼、哦，啊，拢啊，这个人过去手持菜刀的义民军，手提菜刀的，吼、哦，到十二点根本是。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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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台湾人，哈、哦、啊，水野尊就向那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报告，到底是咱是拄到虾米？伊讲台湾分做两个阶层，是即士绅阶级，甲即台湾本土阶级，哈、哦、啊，士绅阶级大部分拢讲长沙人啦，哈、哦、啊，因有大中华的思想啦，哈、哦。啊，正副总统都选择了逃亡嘛，哈、哦，所以这是不赶快的，好、哦，啊，伊有陈腐不堪的封建儒教思想，好、哦，啊，甲这个台湾民主国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好、哦，当作支付薪水的机关呐、啊，好、哦，啊，但是该掏一波。哇！满清的这挂汉人哦，汉人的一个破灭啊，会做咱的鹰犬呐，哦，安尼，哇！我直直风吹咧，安尼还你继续，各位听，起立，别嘞，休困。